南希探讨不好数位人的秘诀。好，欢迎大家再回来。今天的经典台东邓丽君之夜，我继续讲邓丽君小姐的故事。虽然在邓丽君小姐之前，台湾有一些歌手，比如说白嘉怡，他们像这样的，他们曾经也在台湾特红过，他们也红到了其他地方。可是像邓丽君小姐这样，台湾、香港、日本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这样跨出非常大范围的那种，这种就是所谓这可以，就那种超级天后，对，邓小姐真的是第一人。然后她一直她演唱的歌曲的曲风非常的多变，轻柔的，然后舞曲的，她也演唱过非常多的英文歌曲、日本歌曲，甚至于是香港歌曲等。在其实一直到现在，你可以仔细去想想看，一直到现在，其实不见得有多少的歌手可以达到他现在这样的一个，就当时他这样的一个水准。所以他去世之后，能够让非常多的邓丽君的人迷、怀念他、思念他的歌曲，一直可以流传到今天，是有他的原因的。好，我们呢，现在接下来呢要邀请的是，美声，对，她叫玉琴，姐妹花其中的南方姐妹花其中的艺人玉琴，她这边要上台演唱三首邓丽君的歌曲，请大家掌声。三首歌，那大家会唱的就一起唱。